费将军和两千家兵留在此地，护你在西周周全。入了王府，要谨言慎行，不得辱没咱崔家的名声。崔夫人，这位是？这是崔峰。三郎，快拜见殿下。殿下，不必多礼了，里面请吧。在家中被唤作十一是吗？正好，我已经有十个徒弟了，我也叫你十一，可好？他竟没有自称本王，而是我，好奇怪的人。接下来要干什么？还要叩头吗？起来吧。南城王府的规矩不多，不用这么在乎拜师礼。这位是你的大师姐，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她。殿下，宫里来了人，说是带来了陛下的贺礼。让他们进来吧。是。拜见殿下。贺殿下，贺崔姑娘，来啊。这两件便是陛下的御赐之物。若这次本王还是不肯收呢？陛下说朕是天子，御赐之物应该收下的。啊，陛下还说这两物是赐予你们师徒二人的，你们挑各自喜欢的收下便是。那本王只好谢陛下了。提醒在把这些送到十一的院子里。是，请。陛下这次还遣来了一位画师，想为崔姑娘做一幅画像，日后是要送入东宫去的。左玉，带十一和画师到我的书房。是，诸位，这边请。